总，哎，今天你选到的罪犯服务是什么呢？是按摩。你指定谁呢？一定要指定罪犯是吗？你还要想指谁？当然了。我想指定谁？好吧，那我就再指定萝莉一次吧。真是，你真疼我。不疼不疼，今天我也特疼你了。你敢？今天我也特疼。浩浩浩浩，你选中的服务是什么呢？微犯。咋都是一样的呀？再说一遍，喂饭。谁给你喂呢？合力吧，别老整一个人咳。我喂饭专业呀、啊。对，有过经验。好哟，和美丽、嗯、一定要好。好，喂。对这渣啊！杨帆，你选中的服务是什么呢？修剪指甲。啊、剪什么指甲？修剪指甲。啊，脚还是手？哎呦喂！不知道。谁呢？昨天听说公子的剪指甲的功力特别的突出，好，你既然自己指自己，那我就满足你吧。挤挤挤挤挤。手指甲和脚趾甲一起擦。你不怕把肉给剪了吗？敢，还有一天。公子，就手指甲就好了。但是我手指甲刚剪掉，没剪。整个剪了。手指头剪掉。手的啊。